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Small and Fantasy 江小 M 的实况。今天我们来玩一款恐怖游戏，手机的恐怖游戏，那名称叫做 Kokeshi， 然后这应该是它罗马拼音的念法啦。那日文的话，我就不太会念了。它是一款要找寻鬼娃娃的手机恐怖游戏。那听这个背景音乐很毛骨悚然，就知道我也不喜欢。然后呢，如果你是第一次进来这个游戏的话呢，你需要注册你的姓名，因为它是有算是有世界排名的，所以你一定要注册你的姓名才可以玩哦。OK，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，因为我还是用模拟器玩的，所以还是会看到滑鼠。好，那我们就直接点开始喽。好，那一开始就是听到那种恐怖，我们要看右上角，然后你就要拉蜡烛，然后去找右上角相符的娃娃。哦，找到了之后你就要按解放，然后这是比一个比手速快的游戏啦。然后就是像这样子，很简单的玩法，但是你要小心，不能就是不能按错了，按错之后呢，就会有一些恐怖的事情发生。而且那音乐真的很不喜欢，我很不喜欢音乐，因为我昨天在玩的时候，其实音乐有点太大声，所以打火机他们都有听到那个音乐，他们就说你那个音乐会不会可不可以关小声一点，因为听起来有点毛骨悚然呢。哦，对，然后它里面呢，就是一关是30秒，所以30秒过后之后，它就要计算你的总分。那现在结果发表的话是27000分，那就还可以再挑战这样子。算是一个很小品的游戏啦。如果说你闲闲没事在家里面，或者是说你在，好恶心哦！就如果你在等人啦，或者是没事在家里面的时候，你就可以试着玩一下这款游戏。但是因为现在是农历七月，所以我玩的时候我还有一点蛮毛的。OK。这部用模拟器玩还蛮慢的，因为你毕竟还要滑鼠移过去，但是如果你是用手机或者是平板电脑玩的话还蛮快，因为你有两只手指头可以操作。哦，对，这款游戏在 Android 跟 ISO 版上面都可以找寻到，所以大家可以，我网址会贴在影片叙述下面，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去下载这样子。 OK， 这些娃娃看起来都好恶心哦！啊，我们现在剩14秒啦。这任大家都不想要听到那种恐怖的音效吧？还蛮恶心的，那种音效听久了真的很不舒服。好啦，那我们就玩最后一关吧，因为这个游戏还蛮小品的啦，所以很快就结束了。基本上也不用再介绍什么了，那我们就快速的就是玩完最后一关吧。然后这边，对，有这么难找吗？这个吗？哦，对，然后我按一次错误的给大家看一下，然后就说我来了，那你就会释放失败这样子。其实它还是一个比手速快的游戏啦，但是它就是恐怖游戏这样子啊。OK， 那我们今天的游戏就先介绍到这边吧，因为它真的很小品的游戏啊，所以基本上它没有什么太多的游玩时间，就让你打发时间这样子。OK， 那如果你不害怕的话，又想打发时间的话，你就可以玩看看这款游戏哦。OK， 那我们就下次的实况再见咯，大家拜拜。